暑假的时候，我常常跟家人一起到骑行或是垦
玩水的经验，跟大家来好好聊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就是虽然我们会到海边去玩，但其实我这个人很不会游泳，对，所以我就会特别注意水域安全，像是避免自己独自去玩水，或者是要记得穿救生衣等等。然后透过了解更多安全的水域知识呢，像是如何自救，或者是如何观察水域变化等等，也都可以大大减少危险的发生。那虽然我不像三位小朋友这么会游泳，但是透过了解相关的安全知识，还是可以玩水玩得又安全又开心。哇，所以呢，各位现场朋友，你们台湾是一个宝岛，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一定刚刚已经有偷偷的先讲了，他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没，你们应该都笔记下来吧。好，所以有机会可以在夏天的时候跟怡莉到我们台湾美丽的宝岛去体验到玩水的乐趣。但是刚刚我们有提醒大家哦，提醒一下你们哦，玩水的时候安全很重要，如果你已经很知道自己是怕水了，你一定要陪伴有很好的这个玩水经验的朋友们跟你一起来进行，要熟悉一下环境。那接下来怡莉旁边有三位小朋友，哎，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来增加兄弟，谁是哥哥？哇，你好，可是刚弟弟声音比较成熟一点点哦。我们增加兄弟哦，来稍微的介绍一下你们两位哦。据说你们的爸爸叔叔是游泳健将，是不是？对啊。而且成绩很好，我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哦，在今年全国赛事是2金3银跟7金1银，哎，掌声鼓励一下。这样子你们两位增加兄弟有压力吗？没有啦哈，你们应该有一点，有一点哈。我相信你们可以变成我们游泳健将的明日之星哦。那我想要请你们两个跟大家聊聊看哦，你们平常这么会游泳，怎么去水中自救呢？哥哥来分享。学会游泳其实是让我们不害怕水。怎么了？怎么了？游泳比较不紧张。还有嘞，还是要让弟弟说，弟弟要抢答吗？不紧张，不害怕。还有呢，在水中我们要怎么样自救？教练虽然没有教我，特别教我们什么是游泳，哦，是自救方式，但是那个之前教练教我们的漂浮，他后来教的立泳都是一种自救方式。漂浮跟立泳哦，还有哥哥来补充。还有水母漂、仰漂等等。哥哥突然想到答案了。哎，所以很好，这几个把它记下来。其实，在水中，如果你有发生什么状况，就不害怕，对不对？谢谢我们曾家兄弟，不要看他在我们舞台上很腼腆，他在游泳的时候是很快速的哦。接下来我要邀请到小美人鱼咯，我来介绍一下小美人鱼哦，他是我们在地高雄人，怎么样弟弟吗？在现场哦，有些朋友在现场哦。我们小美人鱼哦，我来讲一下你的记录哦，十项大会记录哦，是在112年高雄市运动会当中，他打破了多项的大会记录，非常的厉害。可是你们不要想说，哎，他成绩这么厉害，他一定是超会游。其实没有，他从小的时候啊，其实曾经爸爸妈妈有带他去看过医生，诊断出发展迟缓，所以他的因缘机会其实是因为爸爸妈妈担心他可能会发展迟缓才去学游泳，没想到一游就爱上了，是不是？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因为你这么会游泳，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要去看有没有救生员，然后下水的时候就是户外水域要穿救生衣。救生衣很重要，因为即便旁边哦，我们有玩一些独木舟什么的，还是要把救生衣穿上去。那小美人鱼，你这么会游了，你还是需要穿救生衣吗？需要，还是需要宣导这件事情，对不对？其实有很多的溺水的事件，就是因为你太有自信，觉得自己很会游，才会发生一些憾事。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我们四位宣传大使来到我们记者会，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等一下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可以看到我们四位留在现场，跟大家来进行我们现场闯关的互动。来，我们请到教育部提示在本周六。好，谢谢。北高雄市政府在高雄爱河挽留。等一下，看你们轻放就好了，先放。流行音乐中心在火桥群广场共同举办。很好，就是今天上水域安全嘉年华活动。等一下呢，我会。推荐水域活动，紧握是水域安全，并邀请大家一起安心玩水，前进爱河。好，各位先下。
是许许许许多学生的小助手，许多暑假到来，往往也是溺水意外发生暴风起。今天虽然参加烟花活动，是体育叔叔独领高雄市政府共同举办，你有还好玩户外的开放水域，带你一起约水上体验活动。生我用独木舟散步动力，于是花心体验当台进行诗经卧水自救急救人的演示，另外还有路上的心脏明水当自救表演，水域安全知识生活游戏不担心表演机器有电池体验等，民众除了可以实际体验水上活动外，也可参与知识型的问答互动闯关。今年水域安全嘉年华活动邀请了国家海洋研究院、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运动发展局、消防局及国立高雄科技大学设置摊位，提供新生活动体验及水安知识的学习。此外也有舞动阳光有限公司、福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岁孙方地导演教育品牌、下一站 Life Official 与中华民国市中运动协会、台湾体育运动管理学会等民间单位共享盛举。有许多亮点，包含邀请到高雄在地的中华职棒台高雄鹰啦队成员，以及全国小学游泳锦标赛勇夺四金一银摘金，来自游泳世家的曾仲宽、孙旭阳兄弟党与高雄国校运动会第十纪录保持人小美人鱼后豪宅当然活动水木山大师。此外水域战士的崛起，守护安全的荣耀之战，他给我数位学习平台知识反正在外让民众挑战水岸知识，在互动体验却不分在当发人资讯工业自己会的 VR 划船，让使用者可以透过屏幕进行不 VR 环境，多时就可选择在大口玩或连至谈论虚拟场景中发传就房间沉浸在真实世界中一样。另外也有免费体验独木舟和斯德的水上活动，体育署表示每年举办学生水域安全嘉年华活动，同时与世界卫生组织、国的国际防疫相互应，希望各界能共同重视体育署甚至欢迎大家多高雄活动现场同乐戏，安全知识闯关游戏共同的力量，全方面推动学生水域安全宣导，让学生们可以在炎炎夏日中安全愉快地享受水上活动，没有后顾之忧。